典型汽油东方养肤之道，美肤宝美白小玉瓶，美肤宝冠名播出。我叫杨富宇，今年15岁。我跳了10年的舞，有个贼夸张的外号，就是武媚娘。没谁不认识我，能让男孩舔鞋底的，让那女娃给我做酒瓶子的，啥事我干过。不在了吗？把人家打的嗷嗷哭，自己进局子，我拿手机自拍了。二舅捅死他舅。各种男的问我要微信，被捧上天了那种感觉。目的不纯的人应该去接电话。Sex， 很帅。得把他卖了咋办？我说把他灌多了，把他肾给取了咋办？那不是瞎操心吗？我们就是玩，我不陪酒，我又不陪睡，我心又不亏啥。那必定会走向犯罪的道路，比如说是吸毒、暴力、当小姐。那这小孩就毁了，担心特别担心。那种场合不是他应该去的地方，流里流气，跟社会的混混一样，我接受不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他能不能改变成什么样子。我希望他有一个正常的生活。只要我的女儿能变好了，哪怕把家给败了，我都愿意。去那边多好，能玩农家乐，然后太阳一天天没的呀，呼吸新鲜空气，多爽呢。别沉了呀！呀！
石头路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媚娘想到了一个偷懒的好办法。大哥，背我好不好？哎呀，背我嘛，背我，赶紧背我，别拍了，赶紧背我。你扭啥？你扭你光你背我你。哎呀，脚疼，我穿的高跟鞋。哎呀，背我嘛。哎呀。能让我坐一下？坐不了，你危险。能不能让我坐一下？谢谢了，包包。好嚣张呀！可以带一下我吗？不用那么吓人吗？小朋友，小弟弟，大家说母公主知道吗？嗯。在前面。前面。嗯。要走多远？一小节。一小节啊。嗯。咱谢谢啊。嗯。美娘没有想到，这个和她擦肩而过的孩子，就是本期《变形记》的农村主人公。我小学嘛，我别好难，我让那过去吃了，我打门，我打，不见不见个你，有啊，我在铺，我都铺门，他们要木头，我查到了。我打，一路边放的那部分起家，是啊，有好多血嘛，搞住吧。哥的哈，我打路哥们了，我的妈，去给我做菜呀！打这把多么久，那你们去给我做菜啊。这阿玛嘎呀那阿呢不去阿玛嘎那这阿玛嘎呢那小姐，一小姐，嗯，咱谢谢啊，嗯，长得挺好看的。
好不容易光脚走到了村口，美娘遇到了变形生活的第一个难题。根据节目规则，美娘不能带钱包、手机、烟和零食进村。美娘会乖乖交出这些东西吗？这个也收拾吧。娘吃。烟我慢慢抽，烟我慢慢抽。既然答应了来参加变形记，就要遵守我们的规则。为啥听你们的？谁啊你？我还要抽烟，来给我比比啥呢？比比呢？让我开箱子，完了不开咋了？来给我干一架，拿走。来，咋的了？哥，告我啊！告我箱子是吧？赶紧过来，过来，动枪是不是？不喜欢别人翻我东西，他敢动一下我就打他，他再敢拿走我打死他。叔，来抽烟，来来来，叔抽烟抽烟抽烟，对，得了，一支吧。哎呀，抽抽抽嘛，你拿着拿着拿着，哦，拿着拿着拿着。你好，是这家吧？你没事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没事，没事，谢谢啊。我当时真的就是愣了。一进来往那儿一坐，就四周看着我，我是我话都说不出来了，现在就感觉特别特别烂。我是真的第一次来这种地方。好的，我一坐上去都快断了那种的，就一坐上去就凹下去了。墙上还有各种虫子，不知道啥东西跑上去了，然后直接灰就眯到我脸上来了，就感觉崩溃了。时间，爸爸给媚娘准备了大山里最美味的一道菜，炒竹虫。这种竹虫蛋白质丰富，营养价值高，烹炸之后味道更是鲜美。这是啥呀？这是啥？蟹。啊？你喜欢的蟹。啊，蟹。硬给我塞了一口，我是硬咽下去的，我这当时特别反胃。
没手机，没电视，没电脑，没酒吧，没烟，还没零食。我是真的接受不了，一个月我根本就不敢想。你儿子啥时候回来吗？你儿子几点回来的？嗯，你儿子，你娃几点回来吗？啥时候回来？他听不懂我说话，我可纳闷，他活这么大了，普通话都听不懂，难受死我了。我本来想着上来之后应该有个人在上面闹一闹，玩玩，还有个伴儿，能说说话。但我现在就一个人都没有，我当然就想着，我直接吃一片安眠药死了算了，无所谓了。一个月让你待这儿，还不如死了呢。爸爸赶了一会儿鸡，美娘回到了屋里，她似乎一直在想着什么，手里的包也一直没有放下。我啥都适应不了，烦死了！去你妈的！不开咋了？来，给我干一下！住的特别特别烂，我是真的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硬咽下去的。我这当时特别反胃，他听不懂我说话，难受死我了。我就算大晚上跑到山里，被海狼吃了，掉到山里边去了，摔死了无所谓，我最起码死到那个家里边强。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别拦我，我要回家。住的啥地方嘛？这样饭我真的从来没吃过。等啥？还有我说话谁能听得懂？为什么把我憋死啊？我就是想回家而已，你回去吧，你别管我了。
我不想麻烦你，把我放出去吧，我真的不想在这儿待了。从哪儿出去呢？从哪儿出去呢？你别气，别气，你别气吧。在哪儿呢？杰，你看啊，多好的名字，圣人中的杰出者，可惜啊，黄了。狗屎！说话不算话，你这几个臭钱了，要枪毙儿子，大老子不拼命不要了，我是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！哎哎哎，干嘛？杰，你吃一口这个吧。你。骗我师傅，妈下辈子转世成狗。骂谁是狗，过来。没见过这么恶心的人。你想骂谁是狗啊，都炸了。还有什么能够给你。